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凯，今天我们炸点菜饺，又是去下河边做生意了啊。让人叫名儿。没了怎么名了？没了。想想。知道再干去。想想名儿，少了一人名儿吧。少了一人，这一人也管用。凤挑八彩水。开始了没有？没有嘞，就等你了你。弄好面了没有？弄好面了。多少斤弄啊这？50包吧。行，50包。别印住小孩，小猫你得。行，想想。哎，怎么困了是吧？包的多些，包的捏的好些了的。好看些儿，好看些儿。多的一千六嘛，1600也是可多的了，你们这。可多。嗯，这个倒多的了。这个买的。哎，老包子啊，哎，我包做菜饺啊，韭菜、白菜、粉条啊。啊，没有肉啊。没有肉。用油炸。一切两半，然后。就成了三角形了，也能看这个三角形。嗯。弄了多少面？不够买了吗？你咋着？不够买了再货呀？嗯。行了。咋这个可是学不上、啊？你学了多少人？这才叫。学了好些。才社会的嘛。多少好看？好看。你们包的什么呀？包的猪菜饺啊。哦。菜饺。哦，对对对，菜饺。就走着我去买吧，买了买不了，他这是还没有做过这个生意，第一回。买了，就是挣不来钱，买不了了。试试吧。自己先。买不了，咱也能吃了。要几个？弄上6-7个，5-6个。行。多少钱？10。1个2块。来。这个吧，没有咋吃的，没有这主来了，就可当买了7个了。这个你早上开账房，开门红。你这卖几分钟就没了。妈了，咱都露天了，咱待住吧。2块一个。嗯，就买这20个吧。行。准备去下河边做生意，卖菜饺，我还感觉不好意思呢。买不了还丢人了吧？买不了。丢什么人？买了就买了，买不了就刷吧。回去拿这个来。真行不多，上河住嘞，上河住。什么人？啥？下来。放学也下去了。你在这儿买嘞？阿爷来不啦？阿爷嘞，菜煮出来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买不行了。你菜来了。变了，不行了。你说你菜到这就上去，就出来了。啊，你菜来了，你做生意的咋马上等嘞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阿凯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。退货这生意不来吧？不来的，不来。啊？不来，不来，让他道歉了，进来。近距离看到像毛驴了。哎，我出来走走，抓住。啊，没有，放给到一个，一个人就一个吧，一个人。要用户了。等他做了，我发钱的。你怎么能有菜料了？哎呀，有菜料。走到我家房子底下了，来这儿来看一下。咱卖不出来，咱自己吃。这个倒是不坏。弄两个吧，弄两个。那晚上做个鸡蛋灌饼，下去买肯定有人买。没啥事，妈妈呢？跟我差不多，不是孩子去了。跟谁来的？要朋友。俺就说买了就买了6，又香又脆的大菜饺居然没人要，下去转了一圈就卖了2个，这生意做的太失败了，还很丢人啊，感觉。